那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？伪造所出记录表，伪造药品保存记录，厂商的回扣清单。看清楚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亲笔签名的，你要不要一件一件道歉？清醒点，你早就被这个体制给同化了，你现在只不过是这个体制的其中一颗毒瘤，你根本就不配穿这身白袍。